Hey yo, what's up? My name is John Lee 林专员。今天要做一个开箱文。我之前有说我在台北比赛有拿到不是台北，对不对？反正就是还记得我之前有一集就是说我要拍一个开箱文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影片甄选比赛拿到了第一名，还记得吗？OK， 反正我现在甄选比赛拿到了第一个东西，就是它，这是一个 GoPro 的一个三轴稳定器，GoPro 卡马三轴稳定器，所以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在这里，我真的很期待，我已经放了大概一个礼拜吧，我真的差点把它打开的。来吧，上面有胶带。It's good。 小心翼翼的拆，因为其实 GoPro 它的公司，他们做的一些包装就类似他们的盒子啊，就类似像是 iPhone 一样，就是很精致。好，就从这里打开吧。反正开箱，因为哎呦，小提琴的盒子呢，这个拉小提琴呢，哦。塑胶味道，全新的塑胶味道。说明书，这种说明书啊，我已经看多了，不用。警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啊，上面都是英文，我英文很烂，不要。中文呢，不会看，里面没了，所以就这样，就一个小提琴的盒子，而且好臭。好，反正这不是吃的。OK， 我要把它打开喽，准备看看。哇，这边还有要剪掉，这边还有一个很无聊的地方需要剪掉。我今天要拉小提琴啦！好重哦，背了一天。没有打开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角。就是一根小棒棒哎。还是很臭，哇塞，这根也太古溜了吧，哇塞，好恶心哦。好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没有电了，不然我们打开看看。有电呢，哦，还会震动哎，哦，震动的时候一定很爽，真的在震动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所以我们打开 GoPro， 然后把这个壳拆掉，这个好 ，OK， 我成功把它拔出来了。哇，靠，好，它就会跟它联系，酷哎！哎呦，开机了，哦，好像那种网美，然后在那边自拍的感觉哦。这样 ，take selfie， 应该这样。OK， 谢谢各位观众，我拉小提琴已经拉完了，谢谢。OK， 我们下一个开箱就是，大家有注意这台吗？这台就是 GoPro Hero 5 Black， 它有一出一个它的弟弟，就是 Hero 5 Black， 应该不是。Hero 5 Session 就是，它是它的弟弟吧？好，就是这台的比较，这台的然后是小型版的。OK， 这边 OK， 弟弟来了，弟，好，我们现在开箱它。我倒是还没有真的看过这台，这台蛮小蛮方便，可以当什么行车记录器啊。可是我应该是不会那么浪费啦，慢慢的雕。简单啊，这样好，就这样拉出来。这壳这设计真的蛮酷哦。然后就这样，就是一台那么小台，没有味道。我发现我好像很爱闻这种东西，因为是新的嘛，新的总是重。哦，弟弟你来了，等一下他没有穿衣服，穿好嘛，弟弟都来了。OK， 全家团圆，弟弟 OK。两个都是 Hero 5， 但是这是 Black， 这是 Session。
很多很多的那个地方。OK， 我把开箱的东西都放到这里。嗯，这一样也是用礼券买的，所以也不是花我自己钱哦。奖品 ，OK， 一样打开，小心翼翼的，反正这个东西不要花那么贵，可以买副厂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很像一个肉棒，不，就是很像一个类似香蕉形状的一种手把，然后可以就是你把 GoPro 放在这边，来我上面一下，然后 GoPro 5有点是可以升，可以用讲的 GoPro 拍照。哎，他就帮我记录了一张照片，哎，那样很牛逼啦，就很牛逼啊。所以等同于就是这个 Hill 5 Session 也可以用讲话跟他讲说，哎 ，GoPro 拍照，然后他就拍了。哎，你看，说一下这台也拍，你看他们就是这么鸡婆，一直教你，一直帮你拍照。你看这种相机是多么方便。好 ，OK， 这个我还蛮期待的啦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这边 OK。这个就丢了。OK，iPhone 啊的这种豆腐头。God. 大家看看，来 ，Look at that，Look at that shit，Look at that shit。你看它有，我靠，它有各国的充电器，就是，其实就是这样接上去，就会变成一个豆腐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豆腐，这边有一个 Type C 的一个孔跟一个 USB 的孔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。这个啊，接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边可以接这台，然后这个另外一个这个 USB， 哎，可以充我的 iPhone， 哎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 ，OK， 介绍了这个就是一个头戴式的，打开，然后就戴在头上，然后这边装 GoPro， 然后就记录你一天很 chill 的生活这样。然后就哦耶 ，OK， 然后我们要换下一个了 ，OK， 我要介绍最后开箱的东西，就是 DC 寄给我这个酷的鞋子，外出鞋，不是滑板鞋哦，来让你们看一下，哎呦，全白了呢，很容易脏呢，OK， 我现在要准备出去。拍影片咯，用这些配备 ，Let's go。今天我的朋友要来跳这一组，所以加油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的新设备 ，OK， 加油 ，OK，It's good， 准备好了吗？认真啊！哦，怎么样？这就是压力。哦，来，干！呜！
耶、yeah。